时候，来第一个动作，请。爱到周先生，上爱扮演的是不管是都拍到几啊基本速度的索隆，不管是动作还是表情，拢非常团神。左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对。这位查甫囡仔，那身上的打扮甲新朵莉一模一样，为着将假设演甲甲真的同款，也家己买来一堆盘啊，现场表演弹盘的剧情。你要扫射现场的朋友吗？不不不，快点！你唔通以为只有大人表演会精彩，看这无几岁的囡仔打扮的模样甲可爱表情，同款让在场观众呼啊声拍袂停。今年以航海王万家为主题这间游乐区，为着满足航海王粉丝的心愿，特别举办一场航海王角色扮演比赛，吸引二十多位民众报名参加。其中多数拢是家族成员，除了兄弟姊妹，毛爸爸带着囡仔同齐来参加。啊，我们就是因为说。又一新的一个那个展览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一起约一约，大家一起拖一拖那样子。角色扮演是一个这个他们所谓的粉丝哦，非常喜欢参与的一个活动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因为这个台风过后，所以好像是参与人稍微的这个不像上次那么多，但是我们看到每一位的这个coser 都有很尽心的在这个扮演他们的角色，而且。很多都是全家大小或者是一个家族一起来的。所有参赛者拢是不少重组，除了服装造型完全甲放假内底人物一模一样，就连使用道具嘛完全同款。加上充分融入放假人物的角色中，和平常是真歹拍分数，大家最后所得的分数真正是差无济。主办单位最后也由现场观众票选。就算是这对副主党分别摕到冠军甲人气王，真正是赢上济参赛组合。平常我带他去尝试，他都给他办小巴。对。他觉得女儿的表现怎么样？表现哦，还好，他帽子肯戴就算不错了。对，他天气很热。他好像风头不输你。对他每次去都很多人要跟他合照。不管是不是有得奖，看因精彩表演，满场观众热烈回响。每一个人手中拢摕一台摄像机，自头到尾翕袂停。这些角色扮演者，拢已经成功将因对这出漫画喜爱完整表现出来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